仰望主，仰望主，仰望主的荣光中担脱落，仰望主，仰望主，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。哦，主在宝座上掌管世间万有，来认识他大能权柄，疑惑再不会久留。仰望主的荣光中担脱落，仰望主，仰望主，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。仰望主，仰望主，就是头先介绍诗歌所讲的。当然，仰望主，记得是那忠虔的上帝，安样？七家照着盼望，一切的秘法，或者是由你就消失了。上下当然无仰望主啊，七家就会头耷耷，七家就唔晓抬头啊，七家唔晓抬起头来。今日大家来讲，做咩唔晓抬头，做咩会头耷耷？就话将日本嘅球队。一旦在那个球场个要踢球的时候踢输了咧，即个可以想象当佮离开了球场的时候，一旦个表情会样变，一旦一天会头耷耷，唔敢担起头来看比赛，一旦知道按小李，无免来面对一旦个教练吼，也无免来面对支持一旦个观众，所以一旦就会头耷耷，就离开了球场咧。其实就按当然，佢就系过着头耷耷嘅生活。唔知弟兄姊妹，而家系亦会过着头耷耷嘅生活嘅人们啊？多大人都咪会头耷耷呢？有人会头耷耷，因为佢很难过，佢很伤心。就像圣经讲嘅太卑王，佢系一只很出名嘅王，受人尊重嘅王，很多嘅民众啊。是支持他的，但是有日的时节，他真实头耷耷，因为他来自亚撒龙背叛他，还有他身边的太君长啊，隆重也背叛他，他就像一个囚犯一样，要照面呢，要逃出他的谋害啊，所以他头耷耷，他很难过，其实。佢唔想咁样，但系佢唔晓担起头来，佢面对踢太踢太嘅伤心、难过、嘅困难。嗱，我有人以为身体软弱啊，不偏安叫安叫，而切而偏也无何尽，结果佢就朝头耷耷，佢就暗中失去希望。有人来探访佢，佢唔敢抬头看人喎。叫木柱叫眼光啊，一唔敢突面接触，佢就头耷耷，表示佢就真实系失望嘅。人可能系因为非常嘅悲伤，佢就会头耷耷；，一有人因为受到眼胎嘅痛苦，佢就系会头耷耷嘅。
还有一种的情况就是当日在人期失败的时候，他才要跳踏踏。他失败因为他知道他就是日在无用的人，他没面子去看别人，他也知道他做不到买事情，所以日日就会跳踏踏，不敢见人。就像刚才说的这班的球队，因为他在球场那边必须打输，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就跳踏踏，不敢去看别人。他们知道他们安失败安无用，还有就会好像日在生人，当他在学校那边考试得出的成绩原来是很差的，他进步的时候他就不敢贪去跳来看他的热爱，他只是跳踏踏的捏步就夹夹的捏到夹夹到那边，因为他看他的热爱看到他的成绩就吃到暗笑里，也可能会笑到折皮，也可能是他感觉到他不能够满足他热爱的期望，所以他可能就会这样跳踏踏的转到不开去了。还有冷爱热的情况，热杂人会跳踏踏，就是当他犯罪他做错生死，他知他没这样做，但是结果他做了，所以他吃到他得罪人，他也得罪上帝，他吃到人受理，他吃到人惊怕，所以他会跳踏踏，或者他会离开人群，转到他监督将他这个锁起来，不会见人。就像亚当答夏娃，当他就无听上帝的话，他就失利，上帝讲他就喊他就无失咧，该疏忽的果子，结果他就就空起来。上帝吹了风风啊，出现啊，问他就你就吹哪滴？他讲做咩你潜来呐？做咩佢哋会惊啊？因为佢哋得罪上帝，佢哋啲佢哋做错咧，佢哋知道暗笑你，唔披得来面对上帝。当太卫佢因为本家圣人背叛佢，非常嘅伤心，跳踏踏。但系太卫佢也勇敢嘅来到上帝嘅面前，佢按样甲上帝讲。在诗篇第三篇第四节，他说：耶和华啊，你是保护我的盾牌，你是我的荣耀，求你啊，担起我的头来。看不见他自己不能够继续的头踏踏来过他的生活，他必须在旧日的时候担起他的头来。他的背后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仰望你会保护他的上帝，他将有力量重新的把他的头担起来。上帝就是自己的力量，上帝就是自己的帮助，上帝就是自己的依靠。虽然上帝可能没除去自己心上一切的悲伤痛苦，甚至自己可能还因为自己的失败感觉到很难过，但是上帝的确是能够帮助自己来面对一切，的确是会本自己的力量，使自己在一切的悲伤也好，痛苦也好，或者失败也好，自己靠着自己就勇敢地担起自己头来，他会本自己新的力量来重新开始，使自己能够把过去一切不好是为过去，在记里面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，甚至上帝是一位充满怜悯慈爱的主，虽然自己曾经得罪他，自己犯罪，但是因为他爱自己，他愿意来赦免自己一切一切的过犯，甚至啊，圣经讲自己的，虽然自己的过犯好像血一种去缝实，但是上帝能够使自己的过犯结清，好像血一样的拍，只要自己勇敢的来嘅面前来承认自己的过犯，
一个勇敢来认罪悔改，一个就勇敢的靠着上帝的恩典，重新的把一个头拿担起来，来面对一个面前的日子。耶稣基督对彼得的描述，重新的复造，就是一个按实际的例子。你彼得啦，在耶稣很忙半年作半年当十字架前，佢心下唔认耶稣。耶稣讲咧，耶稣讲佢听，你为心下唔认啊？耶稣提醒佢，佢讲我唔会，但系最后佢跌倒咧，佢跌倒过后，佢知道佢按失败啊，佢知道佢按受力，佢知道佢担唔起头来认耶稣，但系耶稣冇放弃佢，耶稣复活过后来寻佢，很喊佢名，彼得，你想一下哈，耶稣来寻佢喎，佢得罪耶稣喎，佢做错，上帝就系将耶稣当死喎，但系耶稣很怜悯佢，来寻佢，来喊佢名，还有。很犯信任佢，一个按重大的责任，就是接下去爱真实爱耶稣，接下去爱来服侍耶稣教徒本几样，也是按特别咧。上帝也按用本这个机会，将耶稣本彼得机会一样，爱除去这个心度啊，一切惊怕。一切内疚感啊，一切羞辱耶稣的这个过分，佢爱即个担起头来，重新作业。若耶稣本必得有咁样机会，今日耶稣一本你格外有同样的机会。唔知你识样办得出上帝，但系无论你样办得出佢。佢嘅爱系冇改变嘅，佢很系爱你，佢很系喊你名，佢很系来重新信任，将佢重大嘅责任交俾你，佢爱你，抬起头来，担起头来，唔好头耷耷，求上帝帮助你，也求上帝帮助我，在上帝之度，即个要咁样嘅。盼望有安样的胆量，就像太尉所讲哈，系上帝帮出这个担起头来，唔系靠这个，但系系上帝帮出这个，上帝祝福你。